我还想这个天叫鲤鱼啊，鲤鱼撞我们。Just go。这条是一条红鲤鱼。对。红鲤鱼一般代表喜庆和吉祥哦，所以也希望这条花鲤鱼最终的红鲤鱼能够跃龙门成功。我们希望因为有你在，所以你们队可以胜利。是的，那加油啊！好比赛给你加油，有你的努力。啊！终于直接挂上了，成功！我还第一次看到会爬的鲤鱼，追回这一分啊！加油 ！Just go！小心，不要紧张，你先稳住，顺着箭头的方向找准时机就可以开始。哎，小心小心，预备出发。两队目前还是相差一分。哇，这个最漂亮的一分，真正意义的鲤鱼跃龙门。这是花鲤鱼队的吗？下一个来，来鲤鱼跃龙门。哎，小心小心，爬到外圈，看看今天你能不能挂在门上，爬到外圈。目前两队，对，然后顺着箭头的方向，慢慢爬起来，对，转转身子，转一下，找准时机。我们这位女选手如果过关的话，没有没有，女选手就要反击。我们报错了，漂亮！我们花队已经胜利了，但是我们要把比分拉大，刚才咱们才领先一分嘛，要不这样，你算是我们黑队的。预备加油 Just go。 鲤加油，鱼跃龙门了，而且我们女生呢，鲤鱼跃龙门的姿势就更加的漂亮。是的，我发现今天的女生，哎，似乎她们都不如我们的男生还要厉害哦。就是你有没有看到，有没有看到，有没有看到，所以我们这种大冲湾的水都会给我们所有的选手带来好运气，可是今天有很多观众不能够入水，所以老天就下了一个雨，让我们所有人都沾沾喜气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大家今年都有好运气。是的，那最后宣布一下成绩，最终花鲤鱼队全组获胜，每人都获得华丽厨卫提供的奖品，恭喜你们，恭喜你们，恭喜花鲤鱼队。我们接下来进行这个个人的 PK， 看到没有，我们转盘速度加快了，然后这个龙门呢也离远了。我们的编导你们好坏呀，做人真不厚道。第一位出发的，我们先让女生好不好，预备出发。 Just go。 好的，加油加油，回一定要越龙门啊，一二三加油，一定要越龙门，加油加油，要记得好，要翻过去，翻过去。